好了，来到视频，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回来玩我们的《勇者斗恶龙二：创世小玩家》啦。那我们上次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先去玩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什么啊，动物森友会啦。那动物森友会的话之后，如果有一些就是活动的话，整瓶会再去更新啦。那我们就继续回来跑一下我们的这个啊，《创世小玩家》啦。那上次玩到哪里我都忘记，而且这一次回来，我决定应该不会再配音了，因为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忘记我之前是帮他们配什么声音了，所以索性就不配了。我们目前好像是要做一个那个酒桶吧，我记得好像是要做酒桶。然后之前我们要去拿酒桶的材料的时候忘记在哪里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先把我们的酒桶给它做出来哦。好，这个酒柜在哪里？啊，我怎么这手把这怪怪的、啊？不是，这手把这坏了、啊。我只能上下移动，是不是？哦，算了，我的天，哈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好，我们先做一个酒桶出来啊、哦，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OK， 酒桶放置在哪里？哎、欸，看一下啊，放哪里？你要我哦，放在这边，它有标示哦，先放这边就对了。这款游戏其实真的很好玩啦，只是就是要玩蛮久一段时间的。嗯，哎呀，佩罗说话了。太厉害了，你做出了酒桶了呢，这么一来就能制作露比拉咯。露比拉好像是他们这边的专属的一种，就是提神饮料之类的吧，就是类似酒的东西哦。在酒桶里放进这个藤蔓果实，制作出露比拉来给我吧。哇，原来这边有藤蔓果实哦，不会后来还要我们那个吧。诶，要怎么放？哦，这边要这边放。他后来会不会要我们自己去种这个就是藤蔓果实啊，太麻烦了、哦、所以他们在喝藤蔓的汁诶、欸。我的天哪，因为藤蔓的汁是可以喝的，是不是？然后一个好像就够了耶，一个就可以做成一个汁耶，所以这个酒桶会自动榨汁，是不是？这是最古代的一个那个果汁机是吗？你只要放一个酒桶，然后再把我们这个藤蔓果汁藤蔓放进去，就可以制造一个果汁哦，没问题。首次制出了露比拉，哎，来，给你，你做出了露比拉呢，居然这么简单就做出来，真不愧是创造师啊！那么能不能现在就把那个露比拉给我呢？我不要看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了，那等我的也完成要给我哦。我们可以自己喝吗？我想一下啊，这喝了之后会怎么样，我们自己来试试看。活力变得比较难减少了。活力是那个嘛，跑步的时候会有那个活力嘛，但是我们如果喝了这个露比拉的话，好像就会更好，可以跑更快，是不是？我都忘记要怎么加速了，太久没玩了，你知道吗？对，你喝了露比拉之后，那个会加一条长长的那个所以这个是能量饮料但不知道这个可以持续多久啊，没关系，反正他给我们很多这个藤蔓果实嘛，应该是蛮够我们去做一波使用的哦。所以我们这边有那个加速饮料出现还不错哦。不过我们就是一个后勤部队，我们拿这么多这种能量的东西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这种东西应该是要给习德那些的才对哦，我们这边喝这个东西喝这么多不知道干嘛。而且不知道喝第二杯会不会加长照理来说应该是不会啦这边我们就不用尝试了，这给你。好，送给你啦，好不好？给你。哇，全部都过来了。那是露比拉居然做出教团严禁的饮料，你真的是创造师对吧？哇，哈工大人，破坏神大人啊，这里有异端分子是创造师啊。他们这边也是全部都被感染的人创造师。哇，全部都很害怕我的天。哇，刚刚是什么声音？难道说是哈工大人？真的有真的有怪物来了创造师在这里。哇，不会一开始就要打仗了吧？太快了吧。我也听见刚才的声音，好像是在呼唤创造师呢。声音的来源是在坑道的入口附近呢，我们走吧。佩罗依然是这么勇敢啊，我们就留在这里看守就好了。不行，大家一起去看个究竟。哇，那么恐怖的事，我做不到啊！走下楼梯就会到达坑道了，你们就乖乖跟着我走吧。所以泽平和西德也跟上来哦。好，没问题。来，要直接去见大魔王了，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人要我们，就是有人要我们去那个吧。应该是有人要我们，就是去帮他协助。哎，你干嘛？你怎么不动了？往声音哦，好、哦，我走错地方，原来是我走错地方啦，抱歉。好，这边。我下来，到了没？这个道路真的是蛮崎岖的，声音的来源感觉就是在这附近哦。咕噜噜噜噜噜，
啊，应该有人在里面饿肚子呀，又发出声音啦，这果然是哈工大人发怒的声音吧。所以这名声音来源好像在这座沙丘之中哦。哦，要我们把它破坏掉吧。这座沙山我想可以用你的锤子来挖掘吧，试试看吧，帅气泽平。好，我们现在解救一个，应该是有人在里面被困住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哦。打爆打爆，我们救你。哎，有石头人哎，居然是九头狼哦，这是九头狼哎，好可爱哦，我的天啊，哇，这里有怪物，救命啊，佩罗，咕噜噜噜噜噜噜。所以这边总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是在害怕，听看他想说什么吧。哎，他好可爱哦，哎，巨型的石头人哎，走开啦，我要看这个可爱的石头人，他好可爱哦，说真的。你怎么了，石头人？真的好可爱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你是创造师吗？先你把我挖出来，我使不出力，给我铜银跟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恢复力气了。哦，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来收集铜跟银跟金这样子啊！哈哈，你这家伙真是很有意思哎，突然就出现，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铜银金，但坑道被阻住了。我虽然很想帮忙，但现在大概做不到哦。你说你很想帮忙，佩罗，这家伙是怪物耶！佩罗，你真温柔，我喜欢你，我对你一见钟情，哈哈哈，好可爱的石头人哦，真的很可爱。被堵住的坑道是那个吗？这个应该我们可以直接挖掉吧，交给我吧，跟我一起来。所以他现在也是需要，他现在也是可以来帮我们，是不是？哇，他直接走出去耶，这坑道这么小，哇，他跑过去了。石头人出发，石头人把这墙壁毁掉吧，应该是可以哦。来，你毁吧，我们在旁边看你毁啊。你可以吗？可以吧？跟他说话是不是？你们想要破坏这个岩壁是吗？没错，这个岩壁的另一头有坑道，要是能到坑道那里就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是你的希望，我就会破坏这个岩壁哦。我感觉很强哎，要冲了！哇哇，一拳哎、欸！难道是一拳超人？哦，你的力量好强大，岩壁整个被你破坏掉了。哎呀呀呀呀呀！他爸爸也过来了，亚曼，发生什么事情？发出好大的声音啊！这家伙难不成是哥顿？那家伙搞不好是被当作这座岛屿矿山守护神的巨象兵，他应该跟矿石一起消失了才对啊！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哦，现在我们要去挖矿了，这样子啊、哦，没问题耶。被岩石堵住的通往坑道的路，没想到会是用这种方式疏通。矿山的守护神哥顿虽然很惊讶守护神真的存在，但没想到居然是被埋在这种地方啊！拜托你们，帅气泽平、希德，你们能去调查坑道里面的状况吗？我会请米尔兹和马西莫帮你们带路的哦。好，没问题。哇，可是啊，坑道里面的天花板都崩塌了，到处堆满土石，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进去比较好。这个米尔兹好像很害怕的事情哎，太好笑了吧！所以这边我早就料到可能有这个情况，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成就魔法炸弹20个，所以我们要炸路是不是？这是从矿山遗迹中挖出来的炸弹，用这个清空土石吧，请继续在坑道中前进吧。哇，有点恐怖哎。马西莫，这是佩罗的请求，帅气泽平的朋友就交给你照顾了。我有幽闭恐惧症，无法到地底下去哦。我才不要哎，你应该知道我有怪物恐惧症啊，而且居然叫我跟创造师一起。一个有幽闭恐惧症，一个有怪物恐惧症，他们还长满肌肉，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哎，我就觉得。好，不要让教团知道，试着在坑道冲前进取得5个铜吧。哎，他们根本就不想进去啊！哎，只能看我们自己了。哎，要去哪里炸啊？这个也是可以挖的吗？这个铜吗？这可以吗？这个是铜吗？这感觉。我吃到那个了，这是土啊，那这个咧，这里是土岩啊，没有哎、欸，所以我们要炸哪里呀、啊？喂，帅气泽平、希德，你还是过来啦，被贝罗骂了，我果然还是要一起去啊，你一起进去，在坑道中帮你带路吧，太好笑了吧？嗯，哦，又是地震，这座岛是一座经常地震的岛哦，在淘金潮结束之后就一直是这样了。地震之岛是不是？是不是在台湾啊？不对，即使那样也，里面比以为的还要糟哦。与其说原因是地震，或许是教团的怪物造成的哦。以前到处都是矿石，随便一采掘就会掉出一大堆黄金哦。可是现在，
总觉得怪怪的，与其说矿石消失了，不如说就好像矿石变成石头一般哦，啊，一般的石头一样哦，所以矿石全部都变石头是不是？哦，那是，这是什么？要干嘛？这里的道路被堵住了，看来是被上面落下来的土石掩埋了去路哦。需要你粉碎土石，开出一道新的路来，把推罗给你的成就魔法炸弹放在有标记的位置看看吧。要炸路，要炸路了。我们来看一下炸路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哎呦，快跑哦，炸弹超人哎！我们会被波波击。哇，一炸就全部毁了耶，好爽哦！这边可以直接全部拿哎，好厉害啊！专业哲平，堵住了坑道的土石全都飞起来了耶。哇，这边可以捡爽爽哎。哎，这个土制炸弹真的是帮助我们直接收集一波哎。很棒，好不好？材料就这样取得了一大堆，太爽了！来，继续前进，做得好，帅气成名。虽然开出一条路，却粉碎了土石。虽然是粉碎土石来开路，我想一定不会惹怒教团的哦。我想坑道之中还遗留很多成就魔法炸弹吧，要是找到就收起来吧。如果由我们机动人来使用的话，被卷进爆炸之中，马上就归西了。你就按照这个步调来使用吧。好，好啊，我稍微产生点干劲，继续往前去看看吧。对了对了，在矿道中可以切换每一层的地图哦，你可要好好看清楚再前进哦。哦，所以有各种层，这地底坑矿坑好像很大一样哎。有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地图可以看哦。这边的话看一下地图。哎！靠！我在到底在干嘛？我在那边浪费炸弹啊！我的天，原本想要看地图就直接掰掉，地图好像是按减吧，对不对？然后这边可以看上层跟下层这样子，对，这边可以看，还蛮酷炫的哦。那我们就继续往我们的地底探险前进喽。